遗体，还有一名失踪者。失踪者的抢险救援工作呢，还要持续的进行。那么今天呢，这个灾区的天气呢是比较好的，没有降雪，也没有下雨，所以说这个抢险救援工作呢，还是在大家的努力下是仍然是要持续的进行。那么对于那个受到这个滑坡点危险的威胁的一个那其余的群众呢，那么都进行了安置。这个谁的爹不能是，他都是成功的。